清楚，就是那件事情是忘不了的，那件事情是永远烙在你生命中的烙印中啊。对所有的人而言，那不光是我，我在群里面看到很多人都在说嘛，你看随着那个日子越来越临近，而且都还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春节，没有人能够过得下去的，你知不知道？真的，我是觉得我的儿子真的是好死得好冤好冤的，真的。所以说我现在我为什么很难的恢复呢？我现在每天我都是想着我的儿子那些惨状，真的，他是怎样的折腾，遭受怎样的苦，在医院里是不是？真的，你不能每个细节真是不能想，每想到每一个情景，那个是本来都很乱，加上又没有人陪伴，是不是？医护人员都是很一个人要照顾很多的人，那确实话，那你可以想象，那是真的非常非常惨的一个情况。自己在家里，我们说实话，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还是摆上他的碗筷，我们每天都跟他活着一样的，真的，我们每餐吃饭的时候都摆上他的碗筷，而且摆上他的相片吧，是不是？在家里我们就经常跟他上点香啊，跟他到他的生日，他的这个忌日什么节日，我们会到他的墓地去看他，那都是非常揪心的事情，真的。如果当初武汉市政府我们的当局他要是知道这个疫情是可以传染人的，他要跟我们市民说好就像现在一样的，是不是做好防备宣传，叫我们不出门，是不是少出门，我们就可以真的我们就可以防备，就可以避免，真的
我们真的是不知情的情况下，真的就这样被感染了。说心里话，造成恶果的是谁？政府难辞其咎，对吧？对吧？所以说的话，你现在有变好吗？你现在变好了，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明白吗？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79岁，今天10月初10是他的生日。我为什么我要去庙里供灯呢？我都是为了他了，所以说的话我一样会哭啊，一样会哭啊，啊，就是对他那种情感从来没变过，从来没变过。